蒸汽遇见，就是这种感觉啊。等你突破大蒸汽，就算没有这把伏兵，也能御剑飞行了。说的也是，我一定努力修炼，争取早日突破大蒸汽。来了。今年怎么回事？受伤的人这么多。一班学子被丁搬走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丁班的人枉过门规，对同门下狠手。李玉，你给我等着，一会儿比战利品的时候，我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。学府历来鼓励竞争，即使教习也不能干预。